因为很多人问说我们用的软体是什么软体？对 ，XQ 嘛，就 XQ。对 ，XQ 他们最近有一个方案，大家可以做参考，叫做台股即时模组，一个月好像只要300块，300块。哎呦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就300了耶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就会有七大指标的功能，这么多、哦。对，我们来稍微让大家知道，你只要一个月花300块，有哪七大功能哦？对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盘中的时候，看一下，我们比如说在交易股票，一般人想说。啊，这股票呢，到底是谁在买，谁在卖？它有一个功能哦。如果你在这个网页里面呢，下面这边可以换成大户买卖力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哎呦，它可以抓出来啊。就是这尾盘忽然大户跑掉，第一时间知道嘞。对啊，所以大户有买，上涨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点点。参考啦，对，这是第一个指标。但是你也可以换成散户买卖力啊，哦，这么好。对，如果换成散户买卖力的话，来，哎，这个我们来帮他这边换，按右键。有一个即时指标，换成散户买卖，我说我最爱看的。对，哎呦，哇，散户都在卖，哎呦，那更好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把它看大户卖不好，散户一直卖，哦，那就续报，对，那就很好。但是这是江波图可以参考了，参考。对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第二个功能呢，在右边这边哦，哎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均价大单追踪，大单追踪，它可以告诉你这些交易啊，因为它是从每一分。的交易每笔交易都有哦，这是大单就跳出来，特大单，特大单，嗯，它可以让你一些参考。那如果你知道特大单有买，或是特大单有卖，这个参考一下。对，在这个短线交易可以参考。第三个功能呢，哎，它也帮你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啊。哦，成交哇，从特大单、大单、中单、小单，对，都秀出来了。那今天特大单的比重是最高的，最高的哦。所以台积电今天涨了1.6%哦。对对，让你事后去。看筹码呢，可以看得更细一点点，盘中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，收盘这样子。好，第四个功能，哎，还蛮特别的哦，它可以帮你算出什么？哎，这个呢叫做成本线，它抓的是一分钟线。那画面上有橘色这条线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看到橘色这条线？就是主力的成本。对，当天的均价线、啊。对，均价线让你可以一目了然。我今天如果要买的，我但需要买在成本线以下，或是说站上成本线之后再买进，也可以，可以。对对，那这个地方呢？大家只要从这里按一下，这边有个主图叠图，然后呢，系统在主图指标里面呢有个当日成本线，哦、这里有了，看到了、哦、点进去，然后按完成。功能太多，功能太多。对，很多。那大家可以慢慢的这一个去研究，那到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连结，大家可以看它有那个视频的这个教学哦。在第五个功能呢，哦，功能有够多，才300块，量价表，哦，这来了。阿哥，这有什么好处啊？哦，这个就是知道主力大部分都买在哪里啊，哪一些价位是关键的价位？对，哪些关键？对，哪些最多人在交易的？哦、如果通常在这个价位之上，哎，表示多方是获胜的哦。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可以当做一个参考了。好，再来第六个功能是分价图。这个也是，它把你用视觉化的方式、啊哦，对，所以在这条线以上，哎，都是比较好的，让你看得更清楚，对，很清楚。那最后一个功能呢，就是你的在整页报价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这个。外资特大单，外盘特大单哦，对，外盘特大单。对，什么叫外盘？就是往外敲的啦。哦，那、嗯、就是50买进，50.1卖出，你去成交在50.1，代表什么？是买进嘛？是买进。对不对？就外盘特大单就是买进的特大单啦、啊。所以这个也蛮好用的。对，对，然后给你金额跟比重，哦，比重很高的，哎、嗯，就可以留意一下哦。对，你也可以换成内盘特大单啊、哦。对，不是都在卖的。对，很多方式可以换。所以呢，阿哥一个月只要300块，还买一送一哦。对。他说买一送一，那买一送一的话呢，变成你金额在500块，就超过500块。对对对对，500块以上的话呢，他直接赠送你就是这个功能哦。好，即时模组。对，大家因为我们常用 XQ， 我们确实觉得 XQ 还不错用。是啊。对，那大家有机会呢，可以选择你认为适合你的这个看盘工具。没错。对。